成個人飛埋去，係唔中籠啫。阿拉巴費蘭道托尼斯掂唔掂呢？哇，差少少。我都明白佢埋門嘅時候呢可能係好心急嘅，即係如果能夠踢嗰下細力返少少，準程度再準少少呢，咁就好啦。俾啲壓力佢，睇下攞唔攞到個波先。沙域卢斯素向前传出，蓝斯好快咁向前传，好，而家一个传球，呢球点啊？我自己都心知噶啦，呢球波麻麻地。唔好话你啊，我都以为呢球波入紧啊，争少少。卢斯素。卢斯素又将个波踢翻埋去中路，向右翼传出，逼喊，逼喊传中，罗拔图解咗围先啊！喂，踢埋上去，企啱位，接得好好啊！个波传向左翼，哇，佢都跑咗好远下咯，个波甩咗出嚟。亚历山大亚诺特尝试追翻个波翻嚟，一个长传啊上前抢，到底边个会攞到呢个波呢？卢斯素，碧咸解围做得唔错，卢斯素立翻个波。沙奥传去侧翼，脚法真系好啊！阿拉巴走位接应，跳起一顶，俾啊俾得唔错噶啦，不过就冇结果啊吓。呢个波力度啊够啦，顶得，但冇准。碧咸，费兰道托尼斯。后场一桥，好波啊！在重要时刻入了重要一球，传得靓啊，嗨一嗨就入了。这个波咧，佢顶得系好硬嘅，所以咧能够控制到入波嗰个方向啊。龙门完全冇得救。托尼斯犯规啦！个波传向左翼，高林浪高呢个波，马菲斯迪力特呢个直线靓啊！费兰道托尼斯起脚射啊！哇，救得真系靓啊！龙门甩咗手。哦，上半場完啦噃，兩隊只係相差一球啫，其實領先嘅都未算穩陣啦，落後嘅都唔係冇得追噶。我諗佢哋都應該咧幾滿意上半場嘅表現同埋個比數嘅，睇下可唔可以維持住嘅氣勢去到完場啦。入波就一個接一個，不過兩隊都係差一球啫噃，睇嚟之後好睇啦。比赛再次开始，在领先1-0的情况之下，他们可能会踢得保守一点，未必会太过积极上前，看看他们怎么踢。哇，全部观众都一起讲了一个字，
沙域、碧咸、山奥直接长传，犯规，球正判罚球啊！上次就净系收到口头警告，而家知结果系点啦？马勒当拿，哇！呢啲就叫 power 啦，个波飞出嚟，今次得唔得？差啲就嗨到条黄鼠啦！哇！呢个波好似真系争咗少少，即系零点几寸嘅啫，近到无可再近，踢埋上去。呢脚直线一，喂射佢啦，入波啦！领先两球波，燕梳球啊，完全控制晒形势。呢一球波啊，直头易如反掌啦，喺正个龙门前面吓任拣。嗱，完全唔明咧，点解佢哋会走甩呢一个射得之人嘅？简直系明知故犯。得唔得先？又入多球，完全都唔收手嘅。领先三球啦，点睇都冇得追啊！反擊咪就應該咁咯，越簡單越好，眨下眼搞掂。3-0啦，呢場波越嚟越一面倒，過到啦，過到啦，毫無疑問啦，一定犯規，點抗議都冇用啦，佢隊波而家要踢小個。碧咸。碧咸传埋去中路，睇嚟就似越位嘅，啊系啦，冇错啦。高林，高林，截得好，坐真奴费路，射啦，中喎！啊，呢个波如果控得唔系咁靓咧，其实连射门嘅机会都冇。拉巴好快咁向前传，接准啲球波，解除咗个威胁啦。高林两边都追住个波啊，哇！想夹硬过人，嗱去射佢，一个人犯错系难免嘅。啊，走位啊靓啦，最后一步啊竟然入。托尼斯攞翻个波。碧咸，睇佢把唔把握到呢个机会先。唐正举旗表示系越位。好，而家一个传球。哇，跑得真系快啊！呢下应该都俾球正罚噶啦。我想他就不可以说之前没被人严重地警告过咯。很明显他接下来是要扮这个乖学生的了，因为球证一定望实他的，再犯规一次就玩完。但这个罚球呢，他可以选左边又得，右边又得的，看看可不可以收死到个门将。这球球他挺有机会的。
叻下，守门员真系惊都唔使惊啦。好，守得好好啊！费兰道托尼斯，费兰道托尼斯。救得好喎！呢下扑救唔簡單啊！咁橫掂都冇乜機會埋門啊，試下起腳等啲觀眾興奮下都好嘅。馬勒當拿，龍門口整個頭槌，頭槌捉埋去，不過方向唔啱。费兰道托尼，费兰道托尼斯起脚射啊！个波会去边咧？碧咸，费兰道托尼斯，佢仲 hold 住个波噶，要揾队友帮手先得啦。坐真奴向前传出，今次啊输俾后防球员啦，不过佢唔使几耐咧，相信就会再嚟波啦。碧咸整脚直线交俾队友，找不找到机会起脚呢？射门啊！帕洛路，哎，而家可以反击啦！呢球波过唔去啦！碧咸越左位啦，喂一两次就算啦，好似你咁而家成日越位咧，我谂啲队友都要提点下佢啦吓，唔好咁心急先得嘅。已经有球员喺场边热紧身噶啦噃，系咪要换人呢？坐真奴为脚直线，防守嘅表现真系好啊，系突破嘅好机会嚟噶。个波而家喺罗马利奥度，试下扼埋佢啦，有空位俾佢啦。好，而家一个传球，真系好波啊！俾佢捉晒路啊！球证话完场啦，完全冇得打，一面倒啊！呢场波，喂 Kimmy， 可唔可以总结一下啱先场波啊？嗱，睇下呢两队波实力上嘅差距啦，呢场波一开始就唔可以话一场公平嘅比赛啦，所以呢个赛果一啲都唔意外啊！我哋今日时间差唔多啦，喂，今日多谢晒 Kimmy 啦吓。唔該曬你啊，家謙。